划给萧敬腾的经纪人，同时也是该公司的老板，表示自己想把未来的演艺计划全部交给对方打理，也强调在进行完南极冒险后，他将要好好工作，为家庭付出。而这四年来，他有过不少作品，但日前他拍摄八点档时，却传出闹出请辞风波，让该剧的主角只能草草收尾。当时他一直表示，就是想好好陪伴家人。而二月佑胜也发文表示，未来一年要当家庭主妇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当时他和老萧的经纪公司已经合约到期，也决定不续约，让演艺事业主导权又回到他的手上。眼尖的网友也发现，他目前脸书粉丝团上所备注的工作联络人已换成老婆的名字，似乎正是外界所传约满不续的消息。